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今天呢，我要来把我自己的车 S550V8 455匹的车做油耗测试，好不好？这部车呢，其实我持有了两年，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油耗测试。今天我刚好要下高雄，好，我们就来做一下油耗测试，到底跟官方的数据。那我们出发之前呢，我要先把油加满，就要跳枪，然后归零，然后四个胎压都准备好。好，出发。哇，现在95一公升才17.6元呢，也太便宜了吧！哇，难得可以看到17块的油价，现在有那么便宜哦。以前油在贵的时候，一桶油我真的加过1800吧，还是1900哦，还没有辣day哦，就是亮灯而已，我来加过是加1800、1900了。那现在呢，我的油耗刚上车看还有20%，来加20%加到满的话，跳枪，我觉得应该1000不到，因为现在油价太便宜了，应该1000不到。啊，什么？要超过1000了吗？了不起1000出吧，1000出应该差不多了吧？我60公升哎、欸，我哦 ，OK， 跳枪了。好，那我们总共加了1070元，也就是60.8公升。OK，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旅程电脑给归零了，然后呢，启动后呢，也把它归零，所有的东西都归零。哦，可行驶距离现在目前是523公里，好，我们到时候看是不是。OK， 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了。那由于这个配重的关系呢，所以呢，我跟妹妹，我们两个人呢是坐后面的。哦，没有啦，其实，没有啦，其实大家看我的黑眼圈也知道，我是一个不适合开长途的人，所以这个重责大任，三个人的生命安全交给最重要的驾驶，好不好？交给妈妈。OK。而且坐这个位置最爽。那我们现在呢，要先把车开到高雄，等到回程的时候再加一次油，加到跳枪为止，看一下到底加了多少公升的油。我们想要知道哦，这部 V8 S550 4MATIC 四轮传动的车到底有多耗油？根据经济部能源局所提供的油耗啊，我昨天查了一下哦，每公升哦 S550 的四轮传动哦，市区油耗是4.9。那高速油耗是8.6，那平均油耗是6.7。哦，那我们这一趟呢，因为几乎都是高速嘛，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猜应该至少会有8吧，对不对？我们几乎全程都是高速了吧？因为我们一下加油道就到家了，那也可能也不会开去哪里，所以应该有8跟9附近。好，我个人保守估计。OK， 这次出门呢，我也带了一个出门必备的一个好工具，就是这个快易通的电动打气机，好不好？不过呢，希望不要用上它 ，OK， 好不好？不过哎，蛮可爱的，你看，昨天厂商刚寄给我的。妹妹，你起来了，呜，好可爱哟，呜呜，睡吧，开车睡觉之术，睡吧。妹妹，怎么起来的？看不到窗外，很无聊哦。妹妹看镜头了，妹妹在看镜头，妹妹很喜欢看镜头。呜，跟你玩一下。嘿嘿。好啦，再试一下好不好？乖乖哦，哈。OK， 各位，适当的休息还是需要的，所以呢，中间呢，我们还是在家休息站休息了一下，顺便带妹妹下来透透风。我最近呢，其实呢，已经要把我的车子做一个全面化升级，所以呢，有时候看到我车子的样子，还是蛮怀念的，旧的这是陪伴我多年的样子。OK， 带妹妹休息一下，那也因为有妹妹呢，我们就可以停在这个专门为妇女而准备的车位，有没有看到？有这张证书，非常方便，非常好用，大家都可以去申请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的露营就是一种健身，看到没有？一手拿器材，一手拿着妹妹。妹妹，好啦，我们要上路喽。好，大家好，今麦咱已经过台中啊，所以讲咧，今麦开始讲台语 ，OK？ 因为你讲台语咧，哦，回去下港啊，有人感觉安尼叫亲切的，哈、哦。亲切。And if you 去买物件吼，你别人会较袂买贵啦，你知影无？你敢知影？你有了解无？吼、哦，吼、哦、啊，互大家看外口的风景，你看有水无？哇、哦，真正天有水无？天。哦哟 ，very good。差不多过一点钟，加半点钟，阮家就到迄个高雄啊。OK。半点钟。吼、哦、啊。我大家看卖，我本来吼想要伫路顶，我大家看卖有啥物特殊的车啦，哦，啊无看到，我倒啦，我们看卖，你看今仔日拢无啥物超跑，你看，拢平常的车啦，吼、哦，拢 normal 的，吼、哦，拢无啥物物件特殊的车，哦 ，OK， 好，继续我的这个行程。OK， 我们现在已经几乎 almost 到达目的地了吧，对吧？嗯。现在在大寮，欸，我觉得晚上的这个气氛灯蛮好看的，车上的这个气氛灯。可以换粉红色。不好看，不要。不会啊。哎呦，小心哦！各种晃动，乡间小路，乡下就是这样一望无际。对，不会超过三楼。这种大车要进这种巷子就很紧。一直跟 ，yes， 我在啊，钥匙放这边哈，哦没事，哎呦，不可以，好凶，狗狗，妹妹问一下那狗狗，三合院 ，yes， 哭，狗狗，好凶哦，不可以啦，好凶哦，会叫的狗不会咬人，对吧？这是你认识他吗？不是吧？不是吗？我看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哎，那是旺旺吗？不是，有一只是。OK， 终于到达南部，给大家看一下南部的家。南部的家，哇，什么看到？三合院造型。哦，不啰嗦，三合院造型。而且南部停车超方便，完全不用停车位哦。蛋的喝，有没有看到这个车位也够大了吧？哦，这个车位，这个三合院可以停五部车哦。哦，下次车距办这里好了。OK， 各位，我现在已经从高雄又开回台南，然后呢，我要去加油，再把油加满，然后我就可以完成这次的油耗测试。OK， 那这次的行程呢，大概有五分之一应该都在走市区哦，所以这个油耗的表现大概是市区一啊，高速五。好吧，那我现在先把油加满，看加多少钱。开始加油。多咯，差不多咯，应该快跳咯。哎呦。应该不会超过70吧。哦 ,64 公升跳枪。所以这一次总共加了64.1公升。OK， 那顺便检查一下车子。我每次呢停下来都会大概检查一下有没有轮胎有没有刮伤啊或什么的。没有。像我刚刚就发现后面这边有没有？后面这边有一点掉轨，可能刮到东西了。OK， 稍微检查一下。这次总共开了574公里。然后除以64公升，等于8.9，所以一公升可以跑8.9公里哦，比仪表板上的这个数字稍微再好一点点。OK， 以上就是我们的 S550 油耗测试，好不好？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 B8 的车到底有没有想象中的耗油，好不好？如果喜欢我们频道，记得订阅、转发、分享，然后我们要回程了，拜拜。